我妈就说叫我们回来一下。哦，是。哦，不确定回来啊。来，老师，欢迎。我已经在录了啊，你刚刚要拍照吗？好，来来。记得了。来来，要拍照一起啊。记得了。来，等一下，不要再走了。刚刚门口，客人在这，我要看这。马上有了，会进去看看。哎，刚刚门口。先看看哪一道菜。豆羹哎，对啊，妈妈煮的，哦，跟外面的肉羹完全不一样，很浓，哎，快煮，快煮，不急啊，再来一句，再来一句，王伟，这东西一点都没变呢，连身材，连身材，一定要以身材去验尸，你讲要客气一点啦，现在录在里面了，大家好，给你留证啦，存证啦，我再介绍，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一点身材。你不能回家，等一下。我去弄汤圆。我要最利的那把刀。先生嘛，对啊，先生长高了吧？对啊，那是很痛哦，是。对啊，对啊。来，最利。所以你那五十几斤过来的，钱太多了。好，那好不好吃啊？来啊！您老师，您师傅啊。有水无？你敢知影伊即马做少年食啥物？食啥物？食这哦，养颜美容，养颜美容，美女，美女都要吃这个。给洛石装一碗公，来来，美食家，好，美食家，杨仔，杨仔，现在是太晚了，我们请杨仔试试看看，脂肪层比较厚的，哦，我赞你，哦，这是谁煮的？讲，这是谁煮的？美女煮的，是我煮的，高价了，杨主任，开心。好，好会演啊！哇，不用想了，谁煮的？我煮的。想到啊！这是咖喱，咖喱，素食咖喱，好吃。哦，健康，健康，健康。是你煮啊？你妈我煮的更好哦。你妈我煮啊？你煮的更好。啊，你煮啊！哎，给他鼓掌，鼓掌。你说我煮的。是。哎，来，够了！哎呀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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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煮饭的阿姨家己炒的啦，你话讲我家己炒，我是叫阿姨家己炒。好啦，班长他帮他微波了。无啊，你爱讲啊，阮老师有讲过，袂使讲白菜话。我都讲到老师的话，就是叫煮饭阿姨家己炒。哎呀，好听哦。先我老师，我先介绍者，老师哪管得伊哦？恁讲，哎，蛮漂亮，雅不雅玲啊？那个时候蛮雅玲，现在我漂亮。但是一粒小大粒，趁这一半，安尼感情较袂散。哦，这个好啦，今天有蝶笋干，还有很多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我来一个，啊，试看看，试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！看美女吃，我们就觉得非常好吃。好吃好吃，这是那个传统的现做的肉羹，那因为。老人家说我不要煮，其实我会煮啊。那本来还有那个要不要加竹笋跟很多菜的争执啊，后来我把它简单，改简单的加香菇安尼。反正因九把妈较老啊吼，加煮无汤加混，但是应该还可以吃到他那个肉羹是很好。不是你煮的吗？啊，你记的。你有讲我不要煮啊？如果做这行销，你记啊，该广告你。哦，买来了。开赌。有感情的，所以比较浓。现在跑去调查局喝咖啡就走。比较浓嘛，它比较浓，感情比较浓的。那里面有香菇，要啊，怎样啊，怎样？九把妈的爱在里面。对吧？然后九把做浓哎，九把妈说要吃光哦，大家把它吃光。浓的花不开，师母家的。好，谢谢妈妈。哎，老师，等下你回来，老师讲，哎，这我是网络上看到，所以今嘛是网红。老师，你把网络五块钱立呢？哟，叫廖光美，哦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哦，我冇变呢，脸都冇变了，你头个卡都冇变，好来，老师讲啊，老师讲了要去顾问，老师讲了我不叫侬，老师只讲句话，王再来不能讲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。开玩笑，要每天努力，要每天努力，来，后面介绍喽。
冰冻三尺，难得有咖喱。我带那个烤鸭来，这个不是北平烤鸭，是那个湖尾烤鸭。根据老板讲，他已经在我们家那边卖了26年，生意超好的。那个是欧巴桑杀手，一堆欧巴桑围在他的店旁边呢、啊，好吃。那个想不起杀手，发现老板有没有光上身？没有呢，老板娘站在旁边盯着，盯很紧。我们来过下面是杀手，啊，欧巴杀手，杀手有没有？他那个切的还不错，还杀的还不错，切工很好，杀手切工，哦，杀手，对对对。来，进来盖小姐，对外盖小姐，这跟年轻有关系，这跟年轻，这跟年轻无关系啊。这是咱，刚才钟老师，咱没有忘记了阿嘉，偷懒了，我偷懒了，阿嘉有有退休啊。我讲伊退休啊，有啥物退休？我阿公，阿嘉阿公过，伊上班的时候领8万，退休的时候领8万5，那啥话退休？来了，造谣，造谣，还好还好，这里有很多人，都会说开枪，开枪要藏着七里啊，老人家都有追逐呢，所以不会听信谣言的。还好还好还好。这个是准备千桥谷的那个千桥谷，哎，红豆牛奶派，哦，听说很好吃，我有吃过，哎，啊，请大家品尝。然后还有牛奶饼，哦，牛奶饼，这个牛奶饼，大概大家今天丰，哎，食物这么丰富，吃不完，可以外带，哎，然后吃吃看，哎，我没有拿广告费，谢谢。谢谢我没有偷吃哦。哦，你看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，好吃，哇！这个的话呢，是我们现在农场对面的那个蔡妈妈种的芋泥小番茄，非常好吃哦。你假如说吃了抓了一把的话，你待会就很想把整个都吞下去，超好吃的。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是人家附近种的西瓜，这个都是。我们那个嘉义道地的那个土产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在我们嘉义那边种的凤梨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外来，是你种的，来自完全跟我没有关系，只有跟我的田有关系，非常非常好吃，非常养生的水果。好了，我们本土羊介绍，下次就你自己种的，下次要自己种的，下次我带我们那个农场种的红龙果，好啊，假如可以的话，我还可以种其他水果。好，刚刚讲的另外重点，期待了。假如可以是说，假如有收成。你有收成的，你怎么可以先诅咒我的？没有啦，一收成就是番茄。这个太搞纲，真的是哦，今年的番茄好好吃哦，做蛋糕的，今年的番茄好好吃。这个哎，班长哎，牙医大家好。不是牙齿好不好？不要眨，吃完就关机了。姜末要去那个。姜末。高雄。在讲啥？我怎讲？刚刚我无关的，这讲讲是我先讲。我先。他妈这间是，他为了全省啊，他搞这间龙，为了全省的超市啊，全省都要吃到他头国高价。在那个新街路旁边，十二家。我来讲，这是讲价不要紧，为什么？牙医的高价。有讲过，今仔是讲不要紧，他为了做团结，他加开一个特别。马上断掉，马上接上，马上出牙，出事情马上处理这样。处理啊，处理，马上处理掉。马上出牙。那不搞不要紧，你会，我还刚问啊，杨姐，就这个好方法。你班长你做无用的啊，阿妈我跟你讲过，讲。班长的电话老师的电话啦，你拢无啦，你唔知。班长老卡，我一个请换的，请换啦。对啦。啊，有电话变换，你看，钱存啊侪，大家都马倒开。你马都无来。
吼，土瓜姐的牙医师啊，一大票炒到有个豆壳豆沙皮啊，刚刚也干掉了，哎呀，干掉了，哦，哎，今天哦，细细抖一抖，哎呦，春。走一走，啊，试一试，啊，白白啊，哈哈哈哈哈！系啊，其实中风啦，哦，我都怪。对，咱来看龙少的哦，这样。先听下来。我讲话，我做道具。来，嘿。这个哈，就想说，带汤带多一点。好，这家是日日新。好，那这家它其实在那个斗南那边蛮有，斗南到大埤吧，哦，那边蛮有名的。啊，现在嘉义有开一家。好，还蛮好吃的。汤头赞嘞，汤头赞嘞。啊，我就想说汤带多一点，啊，肉带少一点，啊，如果吃不够就把汤。哦，哎，间接的，间接的，好了，哎，梅姐，是要煮羊肝还是羊头？油刀啦，油刀，卖油刀棍，油刀，卖五花肉，油刀，然后五花肉它现成的，现比较新鲜的，油刀了对啦，油刀，五花已经要到60，然后这样，是问讲吃羊要吃羊头还是羊肝呢？肚子就够了，肚子就够我们吃了，下次羊杂，羊杂，哎，其他下次记得哈。这是八块。羊头先留着，先留着。对对对，都现场休息，都在现场休息。退休，退休了哦，退休了哦。后来就退休，退休之后就在那个私立大学接力点课，然后在诊所，在诊所工作，然后在师大那边也接，就帮忙上一点国教署的课，然后做一点。好复杂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继续跟县市的工作做一点，就这样。就自由业啦，现在算自由业。哦，您学啊，对，第一个当阿嬷，他是回去阿嬷，他是我们班第一个当阿嬷的，超厉害。跟你们讲一下当阿嬷的心情，心情。当阿嬷很高兴，因为用管他要不要读书啊，只要玩就好了，他觉得好就觉得好。可是因为我们现在苦就差了抱久了，还是觉得，我不知道他手痛哎，都不太好。现在一岁半啦，可是一岁半就是，会走，可是又不喜欢走的时候，就随时手就伸长长的叫你抱。可是我们可能会撒娇，比较不喜啊，手还是会痛。不过带孙子还是跟带小孩的感觉不一样。带小孩你就是整天就希望教他什么什么东西，赶快教他。带孙女就觉得，那就拿一堆玩具给他玩就好，高兴就好。我们现在了解为什么隔代教养只有问题，有问题。为什么跟父母不对立？只要他高兴就好，我们就高兴。你也不用说，哎，你要整天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没有，一点想就完了。阿公阿嬷是在听孙的啦，爸爸妈妈才是在教囝的啦。然后这些小孩子真的是会疼，我会讨好他，偷偷给他塞点糖分，然后他就自带微笑，然后他看到他妈妈来了，赶紧快转走。我女儿都是我带坏孙女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是当阿嬷的心情就是不一样，所以还是自己带小孩好了，免得被阿嬷带坏了。阿嬷就举个牌说苦海无边啊，孙老师。对，他只要被他妈妈凶，他就马上跑过来，看你在哪里，然后就跑去给你抱。我女儿都说干不准，你不准骂他。真的是不一样，我好玩很多。不要按。其实单身是真的很累，尤其我们年纪这么大了，60几岁，快要70了，真的带起来很辛苦。看不出。那，每天呢，小朋友来了，他就很高兴，就一直叫，他不大会叫，就是会发出那些声音。跟你们孙子一样，我们那个是也是一岁半了，会开始在学，会教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一直要找我们这样，然后他阿公都先把他带到楼上去，他上楼也不让阿公乖乖的抱着他，都是爬呀爬，自己爬，爬不上去也要爬，早就将他把头收起来，台阶一个台阶一直上去，上去楼上之后就到处什么东西都给你翻出来。
连扫地用具啊什么也跟你搬出来，嗯，然后椅子什么的一直搬，全部都搬到他觉得好适当的地方哦，就这样乱摆，摆了一大堆，啊、书也是一直挖一直拿。阿公的情书，一点情书就这样搬出来。搬得好，嗯、好，我要调整了哦，上大堆。穿得那么好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OK， 这个一句话，阿龙干巴冒胖，你看，终于被翻出来了。我也是戴得很累啊，我不只是手酸，我这边还那个发炎。戴还是很累哦，但是这句话是对那个长镜头的人讲的哦，来点头一下，戴还是很累哦。不是镜头要点一下，那个叫做妈妈手。大家姐妹哦，母亲节快到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大家注意点。姐，等一下，他们从下面拍，赶快上来。来，快点，快点下来，下去。没关系，他刚才有拍的。还掉去那边。是，再小一些。再小一台吧。进去的。我习惯就好了。不能不习惯，不能不习惯。刚才是抱身啊，现在是交趾来，交趾的身。我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我们那个有，我们好久没来这个，其实没有室内吊灯这件事。办公这边机会啊，吃东西，然后室内吊灯。以前呢，我们都可以室内这样吊灯，咖喱，然后我记得刚开始就是不受养生的，反正就是蔬菜都要用，多吃一点，然后要考试，现在吃不到一点点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，实际上我是交趾的心得哦，交趾心得。如果是从前就掉嘛，哎，有时候顺着它，有时候它是不能掉，你要它顺我可能进去比较累一点。那个室内掉落是后来这几年又你比较累，还是我的意思？我讲的，哈哈哈哈哈，是老师下去的。你的国籍不会很贴心，在学校，对，差点掉进去。我们中心还是在学校，所以我建议国外的，毕业了，在国外，好加油，国外是他去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他去练大学关，一定要像你那个五分之一，那雄一班嘛，对吧？六年就，那你为什么还弄农药执照这样？没有啊，那个是因为我堂哥，塞的那是退休人士，对对，不知道，我怎么听不到声音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是有去大声的，来啊，大声一点，哪一家医院？嘉阳你好。调音量，调音量，调音量，调大声一点，调音量。走了，所以我现在看左边，我现在不希望看左边。我都没有声音。我很想问，那他看不看减肥啊？来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。没用，他看不看减肥啊？不行啊，不看减肥，可是针灸啊。哎，怎么讲那个？二十天问你有没有看减肥？有没有看减肥？是我刚刚说你看院长这样怎么可以？看院长就不像了。信心，什么声音啊？看运气，没有说服力啊！你要那班长的牙齿还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哪个比赛？做人家他是觉得，哎，你跟他讲了，你他笑得好尴尬。回答，你那个同学人家闹鬼。面包，他是高中跟我同学的，保存面包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跟我讲点话先。五。人变魔鬼。他们在哪里？他们在哪里？在高雄。在高雄。啊，叫他们来归顺我们了。老师在我们这边啊。他们是那个开同学会的第二现场啊。你们那边不行啊，老师在我们这边呢，我们才正常呢，你非主流了，要过来啊。我们是主流。你们可以这样子来。他们是非主流派的。天子在我们这边。同学好，这个叫做散子啦，好，那这个叫烙饼，那散子包在烙饼里面，这个是应该寡心啊，寡心的建村招呼啊那啦，这直接换了就用饼啊。对，散面啊下。在台北买的吗？对啊，台北买的。散上有什么散？对啊，很好吃。哎呀，我是看看脆脆的啦。散那黄老师要多吃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建村的要吃更多。这是小爱，那你叫 Edward。爱德华，爱德华，小爱。刚刚老师跟他讲说，他一点都没有变，都没有变。我要加一句，有了头发变，除了头发以外，一点都没有变。好了，啊，杨仔也一点，而且叫他去一班，不错了，所以可能一年级的时候，一班就已经有明星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去一班之后，有一天五年级。没有啦，自己当老板。老师又说你是哪一班的，就应该回哪一班，所以我又跑到。有一天我又跑回去校班。赶时间啊！到了中午，那个黄老师又去把我找回来。老师，你有眼光，有眼光，有眼光。所以那时候觉得你。老师可能不记得了。
那个黄老师又跟我说你怎么又跑去校班，他就叫我回来，所以我又跑回来一班啦、啊。可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那个编班不是都已经名单都编好了，怎么会有学生跑来跑去？那个时候、欸、如果现在在学校里面，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校长？他们很先进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啊！一开始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，这种情况是被允许的。哈哈哈！学生可以自己决定跑来跑去哦，就可以了。天哪！他应该就是他，对啊，对啊，而且是不是都一样？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医学研习会，在大理附近。说早上没关系，吃喝喝一杯看看，当晚都没关系。那为什么？睡觉觉，我隔天还需要上班啊。如果是你掉，你就星期六晚上加。我跟你讲，又有一次星期六早上连休三天嘛。然后我喝看看，我老婆叫我去那个星巴克帮她买一杯咖啡，这么好，这么好喝，我喝看看。真的，我也买一杯，结果两天没睡觉。那个表面麻醉剂，表面然后再摩按摩一下，再按摩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之前去看的那个牙医，好讨厌哦。他就在旁边一直顺顺手风，顺手风，一边说一边骂，跟那个手法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都不想避免，所以我要求他帮我涂那个麻醉药，因为我怕痛怕痛。手要轻巧，是啊，轻巧，轻巧，每餐要出炉了。这边你带小孩，抱着他好了，对对，抱着他坐前面，坐前面，抱着他坐前面，你坐着，来来坐着，可以。好来，来一万哦，你要哦，对，好来来来来，再动唱一下，来啊好，一万来再动唱来，好来，大家预备备，三零八，在，哈哈，好随便你，先录影再拍照好了。等一下，再一次。我是天香哎，是当当，光要听到这边。你们的导师英俊不英俊？帅。如果没有男人的话，跟以外一样，只有一个人做。要紧张点，是那个，要考试请假，就一个那。班长赚多不多？多。